大家好，我是高子莹 Gloria，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女孩子。自从15岁那一年，我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在聚光灯打下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心里想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坚持。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一些有关于艺术的事情。从15岁到19岁，这4年来，我参加了很多有关于艺术的活动，比如说唱歌比赛、舞蹈比赛，就在学校里面大大小小的活动我都有演出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就希望能够继续下去。我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，喜欢我的演出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谢谢。Seems like it was yesterday when I saw your face. You told me how proud you were, but I walked away. If only I knew what I know today.